哎，各位同心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咱讲到，你等于讲日本是咱台湾的祖国。坦白讲吼，已经国民党统治台湾69年，啊，尤其呢，69年前，日本统治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签约。隆重是1895年加这个1952年，安尼几年？几年？都还好57年。啊，这57年以前，台湾这块土地无主。虽然咱看个课本内底讲是，甲你讲吼，台湾人是中国移民来这个所在，但实际上真正是中国人移民来这个所在吗？啊，过来伊就创造历史呢，伊给你创造一个叫做汉人。我会当甲咱各位讲，没有汉人，我绝对足保证诶，甲恁讲没有汉人。你敢知影中国从头到尾，因这3000几年来滴？他灭亡过多久？灭亡过几次？最少3次。上个严重的一摆就是元朝。元朝是啥？蒙古人，成吉思汗。迄当阵全中国2亿人口，元朝改杀1亿，甲杀掉。元朝是足惨的，足惨意思是啥？彪悍。你要听我的，留下来；不听的，头就给你斩掉。所以，伊这个元朝有法度打去到欧洲去，是拢有伊道理的。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吼，本来2亿剩1亿，你讲伊1亿，摊下即马讲有10几亿，无遐简单呢。啊，过来。所以，伫元朝的时阵，中国都已经灭亡去啊。所以，你唔通就是讲，因这编的历史吼，拢乌白给你骗啊。伊元朝，伊讲伊嘛算中国。我足简单，你去问蒙古人，啊，是安那外蒙古伊要独立，伊就讲我都毋是你中国人啊，蒙古吼，我都毋是你中国人啊，啊，但是中国的历史甲编的时阵讲伊是中国人啊，迄种吼，即中国这个民族吼，是我感觉这个民族头脑袂歹啦，但是这个袂歹拢袂见起来，道理无相像，我就直直讲啊，你甲我是拢做伙啦，拢是元朝的啦，啊，拢是中国的啦。所以中国这两个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啊，它是创造出来的。啊，再讲来清朝，清朝敢中国人 ？No。你们我看这个清朝的历史故事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康熙啦，什么叫做雍正啦，那都不是中国人啊。啊，若讲真正是中国人的时阵，伊清朝入来的时阵，伊就未太嘛，未挑迄个明朝的人嘛。啊，明朝他们反清复明，啊，想来反清复明，就是表示讲清朝都唔是阮明朝的人嘛，啊，所以甲反嘛。啊，所以历史上啦吼，根本就没有中国。啊，讲到咱更加可怜，啊，更加笨蛋。即个中国人来占领台湾，1945年，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第1号。命令叫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本人的投降，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无什么意义呢？接受你投降，不是讲我托所在给你，不是呢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是讲伊中国有够歹运啦，啊，咱国家歹运啦，啥讲歹运？照道理来讲，伊中华民国来占台湾了，爱离开，敢那未输美国去占日本？第四个条件，占日本以后，时间到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1952年4月28日生效，爱离开，但是伊无离开，伊头脑也真好，伊就想一个方法，想什么方法来签一个美日安保条约，是你日本人要求我派军伫遮继续给你保护，这好笑诶、啊，我建树啊，日本讲我建树啊，啊你来甲占领，全面占领啊。啊，即嘛时间到啊！国际化，甲伊讲时间到，你要离开啊！啊，伊想讲不爱离开啊！啊，不爱离开边啊，伊就逼日本新的这个首相，因为即嘛皇帝无权利啊嘛，
伊将伊个权利拢交予首相嘛。啊，伊要离开台湾的时阵，啊，要离开日本的时阵，伊不离开，所以伊甲日本讲安尼，咱来签一个安保条约，啊，我继续甲你保护。啊，这安保条约嘛足趣味哦。安保条约内底内容哦，是讲台湾海峡若有代志，就是日本有代志；啊，日本若有代志，就美国有代志。欸，啊，你管遐济？为日本啪管到台湾海峡，啊，这全世界拢无人讲话。啊，你就爱去想，想要安排条约会让包含日本，包含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海峡，为什么？这就是台湾是日本的嘛。啊，战争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，讲台湾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地嘛，主要占领地嘛。啊，这种一连贯，这国际法内底拢清清楚楚，但是国民党不爱让人读这个。伊想要从这个看者，伊敢若甲你教你两个，一个就是开罗宣言，一个是波茨坦宣言。你日本教波茨坦宣言，伫台湾教开罗宣言。啊，宣言是啥？宣言就敢若你甲你的朋友讲讲，讲我要来买迄张爱国奖券，迄张爱国奖券来买了，然后丢啊，啊奖一半。迄张爱国奖券啊，未买以前都毋是你的啊。台湾啊，未战争结束，但毋是美国的，啊毋是中国的啊。啊，你哪会当讲啊战争以后台湾要甲交互谁？好，迄个代志，所以咱台湾人过去没有受到这一方面的训练，就是咱台湾人足高义，课本安那写安那相信，所以愈高读册愈颓。颠倒吼，我即摆看过啊，讲来自咱家里受训的吼，书标念得太高的吼，他脑袋里面比较不会脏一些垃圾，你无这垃圾不甲清掉吼，根本你没有办法接受啦。你是全世界跟你讲啊，足清楚。我问你，中华民国其实无这个物件啦吼。中华民国走来台湾，伊去参加世界组织，请奥运，用什么名？中华台北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台北营业安怎写 ？Chinese Taipei， 对不对？啊，你感觉这是 Chinese Taipei 是中华台北的家手？那、啊、你头先你讲中华台北，你怎么摆家手？啊，中华台北来来，啊过来啊，中国台北举手，啊唔知啊举手。Chinese 讲中华也是，讲中国也是，台北就是台北。啊那安尼翻要骗咱大家足简单，伊个翻就翻成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，其实这两个都错。根本的全世界英语都无人安尼讲的呢，干那咱。签台北什么意思？来，给你看，真真正正的签你是台北啊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知影，干那咱这个戆腿的台湾人唔知道，那叫做啥 ？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台北。这中国流亡政府在1949年的12月初3，去给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产党给关来家了。本来这样，伊宣布讲建迄个迁都，伊那不会讲迁到台湾，未使国际法内底讲你不能迁到台湾，你只有能够用一个城市。刚才秘书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去德国占领，伊走去倒伦敦，叫做 French London。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呐、啊，啊，这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对对台北嘛？安、啊、有清楚啊？你若看到这個，你就绝对相信。中华民国没有这个东西啦，没有这个东东啦。讲全世界讲，你台湾人很奇怪呢，啊，都跟你讲这么清楚啊。啊，即摆来去比赛吼，啊，这台湾囡仔吼，啊，若赢，无赢就帅；啊，若赢吼，吼，拢足欢喜，摕你中华民国旗啊，排伫卡塔片都啊咧洗。啊，全世界拢啊这腿下面呢，人跟你见面你也搞不清楚，就是这样啊。啊，过来，台湾朋友。去参加世界贸易组织、世界贸易组织，有无？世界贸易组织用什么名？台湾独立关税领域。啊，台湾独立关税领域，知影这个意思会加去？什么独立关税领域？你唔知影真正常，李长伊嘛唔知影。去年2004年，我伫研究这物件了，李长伊甲我叫讲。哎，林姐，林姐，来来，我跟你请教啊，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？我跟你领域讲，
啊，这你是叫蔡英文去参加去签的啊？用蔡英文回来甲我讲，啊，着美国人讲叫我用这个名，啊，着要予咱通过。啊，通过了，啊，你无蔡问蔡英文讲的用，我也不知道嘞。哎呦，啊，你研究健全话，你嘛甲我讲一下。来，我讲你听，你若听听，甲你容易变大。独立关税领域，你敢若看关税领域就好。关税领域之细节就是表示一下，就是占领地区的一个别号，叫做关税领域。这为对来，为美国甲这个墨西哥建交，墨西哥建书，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美军占领。墨西哥的人民，伊家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即马生意做着，我爱缴税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个税是要交予美国的军事政府，还是要交予这个墨西哥的民政府？唔知啊嘛，啊，全提出告诉，啊，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，去红占领地区，啊，另外用一个名字叫做关税领域，为啥来了？所以以后你若看到一个所在讲关税领域，你就知影这是占领区。啊，关税领域有独立啊，甲分离两种。什么是独立？来，金门马祖是国民党撤退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，走来伫金门马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是叛逃的两个个体。啊，台湾澎湖是甲日本分离。因为台湾偏哦，还阁是日本人天皇的土地嘛，啊，即个暂时因为战灭的关系分开嘛，啊，所以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这四地土地是因为由中华民国统治，所以就用金门、马祖的迄个独立关税领域来合称，所以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啊，你知不？你来学这哈。在外面你的公文都不浪费，什么人跟你说你不及你的反应，这个中间我要跟你说，我虽然在这里上课，我们这三天你要学习很难，我跟你建议，强烈跟你建议，你要去买那本新台湾论，不是说我写的所以我叫你买啦，这不是只有我而已，含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都在买这本啦，那你上课，伊拢电话，伊拢叫三个甲翻译，因为伊今天翻译出来叫三个翻译为我所讲的话哈，翻译做这条的，英文。因为我这里上课等于是上战争法，战争法的东西哈，跟国际法不太一样。战争法是，不是讲有条文一二三四 ？No， 战争法大部分都是什么国际法啊？战争法。事实上是什么东西？是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里面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美国陆军总署 FM27 的3000条规定，还有一个就是，这里啊，就最高法院，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战争的判例，把这个五个东西通通把它加起来。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法，啊，就轻嘛，懂嘛，就轻咩？讲较歹势，敢那迄个法院的判例啊，那起码哈，差不多100多个判例啊，那边迄个文件啊提起来哈，像我人的管了2倍啦，啊，写英文呢，敢那头下英文你就头下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能够在这里上课，你是上精华呢。我将遐物件吸收了后，写作册，还佫甲恁讲，所以恁买这本册，恁袂吃亏啦。啊，但是恁唔通买册买等于吼，啊，无买常常吊喺客厅，我讲，你看我有读册呢，我读这大本，爱读，安尼迄本对你来讲较好。啊，我甲你保证，你嘛无得好买啦，因为有册店嘛，讲要甲咱推销吼。后来想一想，我就算了，不要，因为。因为切点哈，你给你吹下，让我别给你啃啃诶，迄个不显眼的地方。其实我现在切有几啊本哈，拢很畅销。有一本哈，我头一本，头几下下十几年前，从中国出逃，你们看了这本冇？从我为中国造等的了，头一本写中国的派位人，就是我，叫从中国出逃。
那本册卖几本，你知道吗？17万本。到现在吼，还有人倒印呢。那本册，我跟李登辉熟识，当然以前就熟识了吼。但是我那本册写出来以后，伊才知影讲，不错呢，这个林社吼，你会写册。我拢从这个有关战争的这个部分哦，我拢总共写18本，啊，其中有日文，啊，我全部英文。啊，即马最近日本抗战啦，日本哈、以前拢叫是英足敖的，因拢是国际化，但是即马来咱家以后哈，他们已经觉得很丢脸，因为台湾以前是殖民地，没有错，那我们无可奈何啊。咱挂好人去啊，但是人日本天皇真好啊，伊用殖民地、用国际法、万国公法，把你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让你的人民甲日本人变大，让你的土地变作日本的土地，迄、那个地位啊提高。我阁甲你讲，恁头家来看拢无这个物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全世界亚洲的所在啊，莫讲全世界，莫讲亚洲，全世界。无几个国家呢，30-40个国家尔。你有错一条无？离你无偌久以前呢，无100年呢。啊，即个国家拢总有国王，啊无就是女王。哦，你若想看卖，我讲对毋对？中国有皇帝有无？有嘛？清朝有啊？中国有皇帝嘛？越南有皇帝，柬埔寨有皇帝，缅甸有皇帝，泰国有皇帝。刚才这个菲律宾哦，无皇帝，无皇帝先啦，因为西班牙海权扩充的时候啊，一个占菲律宾，啊，讲这个菲律宾变作一个啊，那个叫做西方的那个天主教的国家，啊，所以无皇帝。啊，后尾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可以提叫这个那个菲律宾可以美国给提起，所以美国跟西班牙是1898年啊，1898年战争，1899年签一个巴黎条约，啊，将四个所在挂好美国人，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甲菲律宾。所以咱以前我细汉那几年，我会跟你讲哦，目睇下来，你感觉讲菲律宾比人较强。啊，那大概你比赛吼，啊，台湾拢拍赢韩国输菲律宾，拢惊菲律宾。但是渐渐，美国撤退菲律宾以后，菲律宾啊，这个国家就妥协。真侪国家为殖民地变作民主国家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国家差不多拢妥啦。安怎讲？伊都未晓民主嘛，啊，干那要学民主嘛？所以为一个殖民地跳出来讲做民主国家，大部分的国家差不多10个9个啊，拢是贪污啦。马可斯就上好的表现啊，菲律宾的马可斯啊，他嘛国家所有钱拢引导的，韩国嘛安尼啊，韩国独立以后。嘛开始贪啊！韩国是好，刚才或者北韩，我唔是咧俄罗北韩呐、啊，但是北韩有一个民主主义，北韩到今天他是尊敬谁？尊敬日本天皇。哦，讲到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很出奇，咱去祭拜迄个靖国神社，咱有18万人去参加战争，啊死了的是39100个，啊台湾人死39100个，这39100个死去以后，伊的灵位放喺度。靖国神社，哪会放在靖国神社？若不是日本人不会把你放在靖国神社啦。所以李登辉讲哦，我伊阿兄18年前还是几年前哦，过身以后，把伊阿兄的灵位啊，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。啊，那台湾什么拢无，衫嘛无，骨头嘛，什么物件拢无，伊讲感谢是靖国神社在祭拜他的哥哥。咱毛真济。你无良，你家己唔知影你的祖先、你的亲戚，迄、那個、骨灰也是死了，是日本你家己摆。我你看到报纸，啥物啊？做1937年方明华的时阵，差不多20几趴的人改变姓名，做日本名。改变姓名无啥唔对啊，这块土地就日本天皇的土地啊，改变姓名那我要紧啊，因为汉姓吼有真济，含日本的名拢同款啊，像我姓林。我老爸、我阿公有改，叫做塔克巴亚西。这塔克不是德，
是用武，武术的武，武林，这是我的祖先。但是我若无解，会使哩无？干呐用这个林嘛会使，这个林叫做海啊是。啊，是有解无解拢共款。啥来解？第一，日本恁人迄当阵，日本的教育，我昨有甲恁讲，80%的人有学会教育。迄当日本政府是讲，你要会讲日本话，我才让你改日本名字。但是到落尾啊，迄是1937年4月7日的皇民化开始，在落尾啊就无规定啊。就你拿迄个字，会当用日语来读，你就是日本人。啊，这么清楚，这么明。但是国民党一日入来，伊嘛惊着啊，拢无爱互你知，呼呼掉。所以你迄、那个户口填本去请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奇怪，有的所在拢甲你擦甲乌乌乌，你唔知伊写啥，咱嘛唔知影伊写啥。迄种国民党擦的，唔是日本人擦的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国民党的户籍填本一直改，一直改。今日以前咱要请哦，凊彩人会上请啊。哇，一个台湾民政府出来甲伊讲，美国规定41万人申请好的时候，美国就要入来。哇，伊紧张呢。要求所有的户籍机关啊，什么人来请？要报名单给伊，不是报名，就要改讲有几个人请啦。伊咧算讲伊的寿命够偌久啊？啊，即卖呢，搁改，即卖都你袂当替人请，领导的人，敢若你家己一个人请，直系血亲也让请，其他你若要请哦，都要去摕迄个本人的迄个做这个委托书，啊，无袂当请。伊一再哈、刁难呐、就是安怎，伊要较慢离开台湾，但是免烦恼，台湾民众无遐讲，咱用过会较紧啊。第一过落去已经赢嘛，2000块人赢5个嘛。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政府，台湾人生活伫政治领域，承认台湾要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地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台湾民政府，这就是安那为2011年咱开始上课到今日。国民党的所有单位唔敢入去内底，除了疫情便服来受训。有啊，咱遮内底即马真济啊，警察人员很厉害，含法官嘛来去上课啊，军人嘛来上课啊。即马来上课的军人上届大的阶级是2颗星星啊。对一个所在，我是伊讲叫我卖讲啊，是2颗星星现役的军官呢。那巧的，看咱的论述，伫网顶看看的，伊就足清楚呀。这没有什么好辩的。你电视我咧看讲，啊，这人伫辩，伫攻击李登辉，一直攻击什么，我咧想，啊，这足简单的嘛。李登辉以前是日本人，即马嘛是日本人，后下死嘛是日本人。都我用长上介简单的例互恁啊。狗的后代是狗嘛？那不是。猫的后代是猫嘛？不是说你要变变的变做老虎嘛，不可能嘛。啊，同样啊，美国人跟美国人，美国人的后代是什么？美国人嘛。中国人的后代是什么？中国人嘛。日本人的后代是什么？日本人嘛。你的祖先，我的祖先，咱都是日本人，咱当然是日本人啊，这有什么怀疑？哦，足厉害呢，那名嘴听我在电视上说2点钟，啊，面不红，厉害。这就吃到中国人的嘴软。中国人吼、特点啊，碰风未知见笑，贪污啊要见见敢赢。台湾人故意轻谦，讲较歹势是戆腿。你啊看，来你来到中南部啊看麦啊，看迄种标准的台湾人，大家拢做甲你面乌乌乌，但是拢很高兴。未输台湾人天生爱做事的。后来你爱做事，我就跟你问讲，请问你做干呢吼？你做事啊，赚钱要赚啊，无赚偌济啦，无赚偌济，你做干呢是要创啥？都政府甲你规定咧，政府甲你规定，你赚的钱要创啥？缴税啊，戆腿甲这款听咯。你若爱缴税，你红占领，那就要缴税。报道你个人无缴税，你敢知影？无缴税，美国一年爱补助伊600亿。即马报道你，甲美国讲，我得要破产啊！美国开始紧张，美国好大，你莫甲报。报道你个吼，所以美国甲讲，
拜托啊，那个秘书长，你台湾唔通学波多黎各呢？我无啦，我比波多黎各较巧啦。波多黎各的人啊，算一张，去算美国去算啊，妥啊。遐二三啦，十年前美国就讲安尼袂使，波多黎各唔爱做工课啊，边啊有鱼，好抓，伊就歹抓。伊讲啊，你美国爱甲饲啊，你甲占呢啊？国际法来这，你爱饲我？啊，美国。一年编医生六百个，刷了一个改要求讲，你的参议院跟众议院，你要让我派人参加。啊，即马伊有参议员伫众议院甲即个也做参议院，但是无投票权啦，没有投票权，因为伊无纳税嘛，占领地没纳税嘛，所以台湾人爱纳税无？免。所以做甲要死是要创啥？摕波多黎各来学就好啊嘛。全世界无人敢甲你讲，你台湾是你家己的。啊，即台湾人计较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，看到鬼啊！这主权都伫日本天皇遐，你卖多你讲你爱主权啦，不要主权啦，我会当过真好的日子就好啊啦！你想看卖啊？哈，你冷静想看卖啊？那你所边啊，即个台湾人，你甲讲，我一个月给你一百万，给你开无好的，你卖无？台湾卖？安尼你要建国无？台湾卖？啊，这实在啦，这咱讲实在啦，台湾人也足巧的啦，免做兵，免做事，搁有钱，搁有厝，健保免钱，开刀嘛免钱，这款日子敢无好？波多黎各这款就安尼啊，所以美国挡袂掉二十年前，甲波多黎各公道公道，因为拄啊开始波多黎各人有几啊，甲咱台湾人啊看独立无？美国欢喜啊，独立好，好啊，你们公投。公投的时候，波多黎各政治人物啊，出面啊，甲遐大家讲，我先甲恁讲哦，独立以后，恁囝先来做兵，咱先买武器，交钱，税金爱照交，若买恁独立，全独立才二十几趴尔，无人买啊，啊，这会当冻偌久？冻八年，四年一摆，啊，这样独立就没有了嘛。啊、所以美国过来回来想想说，啊，不然你来做美国的51州啦。很多人喜欢当美国51州，台湾嘛，刚开始嘛，一些推销人在说，说要做51州啊，啊，要51州有几个方法，明天向美国选战，啊，战书，啊，变成美国的土地，这样要51州 ，no。啊，所以变成51州啊，啊，人家政治人物又跟选民说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若变成51州哈，你要交联邦税。联邦税是啥呢？单哦，美国的联邦税，美国的老百姓每一个月若赚3000块，要交1000块的税金，三分之一。波多黎各的人跟咱台湾人同款啦，变巧啦，拢无爱交税金的啦。啊，你看迄公道会过无？都无过去啊！啊，佫冻偌久？都冻八年。啊，那八年几年啊？16年，对不对？美国人说，啊，我去波多黎各人骗你了。公投那时候，独立和51州放到底。哦，这下你又走。这没多久才举行而已。啊，公，这差不多是5、6年前举行，这最后一次。波多黎各的政治家出来说，我跟你说哦，他回51州，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伊个参议院甲众议院开会，讲美国无要增加新的州，伊无爱互全世界感觉讲吼，我拢伫霸占嘛。哦，啊，51州就好啊，啊，卖伤济州，甲伤济州，全世界拢通啊。啊，那较善的国家拢要变51州啊。安尼一等51州通过，60几趴要甲70趴，上去参议院甲众议院去霸，国防部去参议院甲霸一下。你是唔知影讲，咱通过讲未让增加变成51州吗？听下讲咧，啊你变喏，继续做饲，一年600万，啊600亿歹势，600亿，啊即卖呢？听讲要增加好800亿，啊无我，伊讲啊无我要破产，我若破产，你美国的民主都无去啊！啊所以美国即卖才惊讲，咱去行甲波多黎各的路，甲我参详有够失败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不然你说叫人来选举，我说 no，
选举啥？我给你占领，占领你选举，那是中华民国骗啊！中华民国将这台湾人哦，拢抵一个小鬼仔卡。迄啲选举的人你也看，面内底拢一个小鬼仔卡，我无骗。明明都内底是台湾人，外口写我是中国人，你摕身份证就是中国人啊！是中国的流氓政府利用台湾人假做中国人来当票，其实就是这样啊。法律上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有讲感觉讲，这名嘴哈，吼，足好掰啊，无影无一只，讲啊一波，以前是日本的，啊，即马呢经过民主选举啊，啊，所以台湾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什么时阵有经过选举变作独立的国家？啊，那咱到干脆咱到人叫咱来独立选举，啊，咱到嘛变作一个国家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对不对嘛？所以，请这种的理由含这种的法律根本就是不合啊！无路啦，我直接敢跟你讲啦，用我性命跟你保证啦，台湾无路啦，剩这条尔法律。我会这样跟你讲啊，不是跟他四百年啦，四千年来啊。台湾人头一次有机会自己管自己啦！啊，好个在多啊，咱的对手是美国，咱的对手呢是伫中国吼，吓死我！老早我看我头已经无得咧，那准是中国啦。中国佬，你若你反对，我就甲你抬啊，何你卖讲？啊，美国伊有一个法律伫咧，所以我讲较大声，无代志。我讲较大声，中国千万爱出面甲中华民国讲，这个团体。台湾民进会这个团体是按照国际法，是唯一按照国际法的团体，你不能乱动。所以你要看，咱在这里上过四年啊，有人跟你动无？有人去领导跟你弄门无？绝对无的。领导的外口呐挂一支美国国旗，甲挂落去，那是辟邪作用。我无跟你骗啊，你若不相信？你也去问东西，明仔就送你这个辟邪的东西啊啦！这个辟邪，佮挂咧厝的门口，警察看到，绝对袂入去。心肝要啥物查户口，伊就徛咧外口。啊，有诶就三尺四尺才敢入去。袂啦，我输啦，我稳准你来啦，袂啦。啊，是安怎？阮规定讲，迄个挂迄个美国旗的厝袂当入去，因为这是伊的占领地啊。你要尊重美国啊，所以您明仔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面大面的美国的国旗，但是要挂起这个美国的国旗哦，要注意袂当用德国，因为您台湾人有一句话讲德国到啥？啊，对，太多，啊，太多下骹佫挂美国国旗，美国的 no， 要用旗杆，所以呢，这明天的东西啦。今天美国跟您讲的，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后摆要哪行？其实联合国跟你讲好啦。1950年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的以前，美国迄主要的迄个国家啊，秘密国家拢有开会过啊。伊讲要让你台湾主地自治，因为你袂当挖日本，袂当挖中国，袂当挖美国，但是袂当挖日本，唔是讲。你不是日本的，未讲我日本，就是讲伊想办法要将你台湾，给你台湾啊，日本甲日本，但这两个土地无多切开，拢是日本天皇的啊，所以麦克阿瑟将日本的宪法甲改了后，本来是大日本帝国变成啥？大日本国，无帝国，大日本国。啊，咱是大日本帝国，要搁伫的，因为天皇要搁伫的啊，日本的天皇是党的共同的祖先。我们共同的精神领袖，日本人是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将日本人当作国民，国民，但日本天皇对咱是变作臣民、臣民，所以每一年咱去给日本天皇接收，就要到啊，12月23，咱去给接收的时阵呐，咱提咱的旗啊，会当入去皇宫，这不简单呢。四年来，咱拢摕旗啊入去。日本天皇对咱特别好，阿妈要求所有
警察啊，将台湾人带来伫日本天皇的正对面，伊看足清楚，看咱，咱拢穿乌的穿制服，阿华地帽啊，啊我即摆较巧，我去做迄个红彩带，互大家拍落去，欸，因为日本人嘛足爱穿乌的啊，啊咱红彩带甲拍落去，鬼嘛看较足清楚的，所以每一届日本天迄个皇后啊，拢伫看咱。啊，咱个摆个足精致，百外两百个。有一摆电视个内底，日本皇后吼，就伫甲日本天皇讲。虽然安尼无听伊讲啊，但是你知影伊有一个动作，伊用这个下巴伫比咱。遐迄阵啊，迄阵就是你台湾的臣民啊。啊，日本天皇啊，特别来伫咱个面头前挥挥手，伊讲我同意恁主题。即句话我记啦。因为我跟美国说啊，美国跟我说啊日本天皇有同意，哦，同意啊，你怎么知道他同意？我有录影啊，有啊，啊不然录影带看我看啊，看啊，你就没说话啊，有啦，他在下手说我同意台湾主题啦，自己管自己啊，跟日本变成 Commonwealth 两个国家联合作为啊，那两个全世界很怕台湾跟日本联合啦，因为第二世界大战后联合一个变成世界最强的，日本出工业，台湾出农业，两个夹落去，足强足强的足强的，我讲你唔知影偌强，因为日本人的经营方式，按台湾人佫足巧，佫勤劳，啊，整个世界一只，敢那囡仔头遐大粒。但是即摆吼，好，即个国民党你统治迄世界遐尼啊大粒，卖无几块啦。你知影我伫日本，我看迄个百货公司吼，哦，伊个百货公司塌起来，一只顶悬。一粒物件吼，啊用血酒，吼酒啊足水，一粒30000块。我起来看麦讲，那是什么东东啊？一粒30000块啊，我唔捌食呢。哎，迄个啥？迄个芒果啦，台湾的芒果啦，一粒30000块一票啦。哎，甲伊讲吼，迄有机栽培。台湾大嘛，你有机栽培，所以我甲你讲，我咱若即种吼，我甲恁保证，遐种迄个食客啊，迄一粒我若要付50000。这大粒哦，哎，这大粒呢？我当心吼，请我吃迄食客吼，我一人我都吃，你要相信无？食客这大粒，惊死人呀！我带日本人看台湾，拢带一条。所以台湾呐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，但是因为国民党这中国人把你压掉了，他看不起农人。后摆农人，我是当跟你讲，你哪只下人去做农事？我给你保证，你卖了钱，可以赚足侪钱的。厝拢免钱，你卖物件拢政府给你安排，迄个管道拢给你安排。啊，卖好就用专机给你送去日本去卖。啊，拜一粒细卡换一只电池。啊，你唔能讲做袂到，你唔能讲说，迄个米嘛是同款啊。你细卡，你日本你种花看麦，你无多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种无的物件，起码咱有的物件，迄个真品嘛。啊，所以一粒换一只电视是啊，啊电视足简单嘞啊，机器到了就一只出来啊，啊设卡你无多啊，干唔是？哎，歹势，我的时间个，明仔再继续。